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，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分别于12月22号5时和21号19时22分完成第25月昼工作，按地面指令完成月夜模式设置，进入月夜休眠。截至22号，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已在月面工作719天，月球车累计行驶600.55米。